很多男生真的是很不卫生，然后我那时候就忽然对了这些女舞者尊敬了起来。妹子要跟我讲说，谢谢你喷那个香水。举出两个例子，就是会让你觉得，就是这个男人如果他有这两个事情的话，你就是马上就是妈冷掉，或是就是很糟糕的情形。OK， 来我们看一下 ，bad hygiene。OK。OK， 没有卫生，卫生很糟糕的男人就是地雷。Yeah, important. Yo, that's like a ninja one. That guy's like.Yo, wash your fucking balls, bro. Yeah. Like, yo, like, yeah. No, real talk. Y'all niggas be having dick cheese and all that shit. Yeah, man. They don't want to see that, man. For real, say like, wash. 这边也真是这样。他说拜托，他说 wash your， 他应该不是，应该是翻译有错，不是 bones， balls， 就是洗你的蛋蛋，好不好？就是老二洗干净，就是卫生这个其实很重要的。哦，这边是推广一下，就是男人，就是很多男人的卫生真的是很糟糕的，就是拜托，就是。洗干净的味道是很重要的，你的气味非常重要，就是洗干净这件事情是很基本的一件事情。你如果跟我讲说啊，我发型你知道吗，我找不到好的设计师，我永远都是找那个便宜的设计师，他都不会剪，然后就是像我过去发型我也找了他妈 N 年了，好不容易找到这个，你还可以理由就是你洗澡洗干净，他妈蛋蛋全部腋下洗干净，就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尤其是你要把养牛的时候，那又更不一样，你那个什么毛都要刮干净。我知道亚洲人就不爱刮毛，国外的妹子什么蛙哥他们毛都刮得很干净，所以卫生非常非常重要。而且是你知道吗，因为我以前当过摇摆舞老师，我是男的嘛， leader 嘛，领舞嘛，所以都跟妹子跳舞，然后就很正常啊，妹子大部分都会比较干净你知道吗，就是跳舞的时候就是我觉得很正常啊，反正妹子不卫生真的几率蛮低的。就有一阵子我就是想要练一下 follow 的舞步你知道吗，就练一下女生的舞步，因为要当老师了解一下，然后有时候会跟男生去练习，就跟男生跳，我说干妈的，真的很多男生真的是很不卫生。然后我那时候就忽然对了这些女舞者尊敬了起来，就是说干，你们活在世界在真的有点惨，就是要跟男生跳舞，然后很多男生就是卫生不行。OK， 就这频道就是要跟大家讲，就是无论男生女生，就是尤其是我针对男生的提升是更重要，就是卫生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后来你知道吗，就是慢慢的我开始有去喷一些比较好的香水，你知道这个气味这件事情是沙澡。我后来去跳舞的时候啊，然后我就会喷那个香水，我用的那个香水是Creed 一个叫做拿破仑香水，拿破仑之水，那个我用的那一款，那个香水其实是大家都说这个很棒，有点泛滥的，但是它也是有点格局。然后你把身体洗干净，然后上点香水，然后去舞会跳舞，你知道吗？那个妹子整个反应都完全不一样，就说妹子要跟我讲说，谢谢你喷那个香水，你知道吗？谢谢，我觉得感吓到。所以就是要跟大家讲清楚，就是洗干净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无论你他妈的高矮，不要胖啦，卫生很重要，好不好？卫生大家注意一下。